彰化，你可以在这里来一趟铁道探索之旅。在二水车站，色彩缤纷的彩绘列车会带给你视觉上的飨宴。有很多的私房景点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，是不是充满怀旧气息？善行车库是台湾唯一保存的铁道文化古迹，是彰化的骄傲。火车慢慢驶入社头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会是什么呢？会看见铁道的故事与一阵阵酱油香气的传来。喜欢猫吗？一出高铁彰化站，你会立刻爱上这个地方。来彰化，彰化等着款待您，体验铁道游的乐趣。